田馥甄八月将再度站上台北小巨蛋，一次连开五场演唱会。不过他却在5月20日下午5:20突然发文写下，去年在高雄的演唱会，大伙只拍了一张毕业照，就黯然收场。因为经历过那些计划赶不上变化的震撼教育后，他深刻体会到，所有理所当然的事都不再理所当然。接着更有感而发表示，因为现在的心境与环境，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机会再办一场演唱会，一切都是未知数。不过他也坦言不会纠结过去，也不担忧未来，会活在当下。更笑说这场演唱会会把它当成一场毕业典礼献给粉丝们，而且为了让粉丝们听得尽兴，他这次多练了将近20首歌，就连舞台的视觉也会有全新的体验。不过粉丝看到贴文后，则纷纷留言表示不可以是最后一场演唱会啦，还想继续听 Hebe 唱歌。